台湾人工作狂，二十四小时待命，假不敢放。哦，你为什么一直开着手机？随便给讯息，你要马上立马一秒回。他说，哦，我怕老板会讨厌我啊。在西班牙，如果你 po 你在工作是，哦，大家觉得你好可怜。那你在台湾，你 po 你在工作，大家觉得你好伟大。在一起六年，只有请假一次，就是我们去乌克兰结婚，因为他不得不要请假。今晚九点，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。我就问你正常吗？